时干嘛婚礼不能延后一个礼拜？为什么烧车要立刻结啊？没有，已经定好了，9月9号。而且喜帖都全部发出去，还要一个一个通知说不办。你有没有先警告你的好朋友说不要再提这件事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因为大家都还是讲，对，就是坦然接受啦，要勇敢去面对。那你结婚后有想说，真的结婚很可怕，早知道就不要结？哎，不会，还好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应，我觉得要去面对不一样的生活啦，穿着悟空的衣服接受深度访谈。你说当时你的收藏品全部放在车上去录另外一个节目，就刚好是那个悟空、那七龙珠的一些相关产品，对，公仔。那你有很难过那个损失那些公仔吗？还是无所谓？有一点难过。可是夫人通常会高兴公仔从屋子里消失，哎，对，因为他们很占地方。可是他就会开始重新收集一批公仔。对，现在你有借口重新买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还有一些超人的东西，可能也都被收下来了。老婆觉得说，好像他被他太太规定一个月花的钱是4500左右台币，一天150块。是说这个烧车事件之后才这样吗？对，你刚才请我吃面，所以我说，所以我说我零用钱还够啦。对。难怪你刚刚不请我，不是因为我待会，而且你刚刚怎么没有说是你请，我就点了、啊。哎，我想说我可以请你们吃饭，但是我待会要吃。你要说那一句啊，你没有说我请你们吃饭。所以你一个月的扩大，今天应该只剩下一半吧？超过了，超过。我明天就可能要去那个别的制作单位吃便当了。谁？哎，所以经过那个事件之后，你现在对于老婆应该是毕恭毕敬吧？不敢惹她了。大家相敬如宾啊，对啊。所以你也曾经拥有过七龙珠的完整，有漫画。漫画，哎，以前我们那都是去租，因为那时候学生国小5、6年级就想说，哎，暑假我们就是去漫画书店，然后吹人气。买的话呢？买的话就是要看他，你要去出版社或者是那个杂志社买新的，然后他会给你封套。我觉得观众如果现在突然转过来会吓跳吧。哎，你后来有在迷恋玩北斗神拳的游戏吗？有。北斗神拳它有出好多卡带，任天堂它有出卡带，然后后来的所有的主机，包括什么 Xbox 什么东西都会复古，然后重新再出它的游戏。那你打的时候就会有投入的感觉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是北斗神拳的那个防毒软体。北斗神拳有出防毒软体啊？不知道。就是像我们电脑用的防毒软体啊。然后你就进去要扫毒的时候，他就，然后跳一个画面就弹，有时候 MSN 到一半忽然有那个病毒入侵的时候，他就我操，有这种东西。然后他问你要怎么解决，比如说你要把这个删除掉，你按删除，然后就有很多坏人的头会跑出来。就把病毒消灭，把病毒消灭。然后那个，如果说你要下载新的防毒的，因为它那个毒会一直要更新嘛，更新是 update 嘛，然后它还是用日本发音，就 update 完了，它就update 很牛，好厉害！你今天是不是演得很过瘾？哆啦 A 梦没有对不对？没有哎，哆啦 A 梦都是很 peace 很可爱的。我觉得马国碧好像浮标哦。钓鱼。哇，他连浮标都会演，重才华哦。其实我觉得我看七龙珠也是看第一集。就是七龙珠，后来它变成什么七龙珠呀，新七龙珠就画的比较夸张，然后就变很多外太空的人还什么的，对，然后要什么超级赛亚人变身，然后他变的就变他师弟，好不好？两重变身，七中戏，真的耶，好有才华哦！你们很丰富哎，你们。哇，而且这个好难粘啊，因为拖把太疼。火影忍者，你有托你姐姐去买过衣服吗？还是鞋子？衣服有，那个有一次我姐姐啊，就是去日本，然后去漫画展，然后就卖一堆周边商品，然后我姐姐就去看说，哎，马克这边有火影忍者，你有没有要什么东西？我就说，拜托有没有鞋子？因为火影忍者的鞋子穿起来好像很时尚，然后又很。就是很好穿的感觉，因为他们跑得都很快，嗯，然后就是好像，就是都不会掉，因为我一直都穿高跟鞋的人。那是卡通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卡通，对。可是我会觉得是就觉得很好，所以有买到火影忍者的鞋子吗？
结果没有买到是因为没有我的 size， 我说二十四号半，他们说全部卖。可是你在台湾你要跑去哪？不知道。其实在森林里跑来跑去。对啊，那个就好像很好穿的。所以你们到现在都还收藏着你们喜欢的整套的漫画吗？有有有，我有整套漫画。我的最原始的，因为它真的很久了，好几个出版社出的，然后有一次好像被我妈拿个旧书就全部都卖掉了，后来我就都一夕之间就通通都没有了。小叮当是不是没有 ending？ 有好有有有各种 ending， 有各种有两个 ending， 有一个很悲伤的，我觉得两个都很悲伤哎，很是很不被不能接受接受的。可是那是真的吗？好像只是传言吧。对，好像有一个说是因为那个大雄有自闭症，所以小叮当来帮他。哦，后来超越时空，到后来都很可怜啊。还有一个说是大雄是幻想出来的，对，幻想有这些事情，他是什么生病末期？可是没有人真实的看到小叮当的 ending 吧？还有一个 ending 是大雄后来因为失去小叮当之后，他太悲伤了，然后他就变聪明，他就用功去努力读书研究那个我要把小叮当做好，就是要把它就是修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真的变超聪明。这个比较励志，这个比较励志，这个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有瑕疵的机器人。要不要跟哆啦 A 梦猜拳看看？好，我会不会输啊？不知道哎，我也很担心。剪刀石头布啊，我还输了。